走入去而家嘅呢个我叫佢做 supermarket 啦，睇下佢啲嘢，黑加仑子汁喎，5.99，好多软糖。佢呢度啲嘢唔平嘅喎，呢啲 pancake 啊，有啲朱古力。啲果醬貴過曬加拿大呢度嘅 local 嘅牌子啦，可能要運嚟個運費貴啩。有啲冰魚啊！好啦，翻去揾翻架车走人啦。多谢收睇，欢迎订阅，同埋俾 like 啊 ，share 出去啊。天气系1度啊，非常之凉爽。